那么这是变异后的狼神，这个狼神的话它不能直接用啊，因为它是一只奇宠。那你别看它很霸气，它其实是一只奇宠。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战宠的话，你得通过这个融合啊，把它这个狼神啊作为这个客体宠，再找一只主体宠啊，练的适合匹配的主体宠，然后将客体宠和主体宠这个融合，然后的话可以把这个狼神的这个外观啊融合到这个主体当中。这是一个石切色的一个特色融合系统啊，在这个冰城那边可以看啊，具体的攻略大家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这个查看。下方选手感觉有点吃不消了，你这个如果被连控就直接歇菜了。好在这波没有被控上，还有机会啊。但是下方选手的这个血量是有点这个少啊，大家现在还看不到啊，但是我这已经能看得到了，只剩111滴血了。那么关键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还被落马了，完了以后他还这个中了混乱，哇，还自己撞上去弹了一波伤害，哇、哦、天哪，差一点就自己撞镜子上弹死了。那这届高手特别多啊，有世界上有小伙伴在说呢。哦，那么这个非常可惜啊，下方选手的话这个被塔下买来之后被击杀了。好，那咱们继续看啊，场内的这个情况，我们看看。哦，这第一轮比赛的话这个已经到尾声了，这个应该只有一队人在拼了，这应该就是最后的一队。不断攻击，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的话，他最后一只宠就是不飞呢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局面来说的话，是下方应该是占住了优势的啊。这位这个江南皮革厂小姨子的这位小伙伴呢，这位小伙伴你是妹子吗？啊，这个是你们这个你的这个姐夫这个东山再起了吗？这个是下方的这位选手，他的战术的话就是我飞光你的宠物啊，然后的话让你无宠可用，然后让你自己逃跑，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哇塞哇塞，这波很厉害，这波很凶险，哇、哦、哇，这波太给力了，这绝对是这个一个新战术啊，这个硬生生的用这个石头啊，这个把对方打麻痹，然后的话宠物一下，再人物一下，直接击杀。哎呀，这一波干净利落，非常漂亮的。这可以说是这个整场比赛当中我看到的打的最别具一格的战斗了。其他战斗都是敏人，或者防人，这个逐渐的拼消耗啊。那么这位选手的话可以说是哎本场的这个闪亮之星。那我决定了，我要重点祝福这位选手。那我祝你能夺冠。那获得最终的冠军，不要跑嘛，不要跑啊！我祝你能获得最终的冠军。你要知道这个，你看我，你是金色的金豹，那我是金，我也是金的，那咱俩都是什么？都是颜色一致，说明咱俩有可能是同乡。那咱们这个正所谓这个出门靠朋友，那咱们这个老乡见老乡啊，两眼望望是吧？咱们这个出门在外啊，在这个。在这个 PK 大赛当中啊，咱俩得这个相互照应一下。那我祝福你，那相信获得了我祝福之后啊，你一定会有好运的。那来，咱们去看看，祝他能夺冠。我要重点关注那位选手呢。哎呀，还真看不到啊！算了，那就先不看那位选手了啊。好，咱们这个小屏幕看那位选手啊，小屏幕是两位妹子呀。哎呦。
这是啥桶啊？这个隐蒙旗，隐身蒙旗。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小屏幕这边已经开动了啊。啊，大屏幕也开动了，咱们就主体还是这个讲解大屏幕的。双方都是单控人，但是下方中上方没中，看这个第二回合的选择了，是否要进击啊？进击，但是进击解除不了这个，进击只能解除异常状态，但是解不了这个属性。小屏幕这边的话，这个刚才咱们重点关注的选手的话，他说这回合打错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么关注你，你居然打错了。虽然你打错了，但我感觉你还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啊。对方完全没有这个，哦，直接击杀，可惜没击飞。我看错了，下方这位选手的话是工人选手啊。我这个真想把这个，这样吧，我们先不看那个大屏幕了，咱先关注了看看这个啊。这场比赛才是关键啊，这个是工人，工人可以说是这个整个比赛当中啊，这个打起来最刺激的这个选手了。好，用了这个沉默威吓，沉默威吓这个技能的话，持续时间好像是2回合还是3回合，它关键是不让你这个放精灵。但是沉默威吓它好像是一回合，它有个致命的缺点啊，它这个你沉默之后当回合有，如果要看你双方的这个敏捷的，有的是当回合有效，有的是第二回合有效。啊，由于咱们小屏幕这边没有这个开声音效啊，所以的话这个咱们只能这个看画面了。对，自身的话跳了一波精灵，同时选择了控对方，但是好像没有控上。功能选手啊，他有个特点，虽然你看刚才那把好像他打得很轻松啊，其实很不轻松。那、啊、他功能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错率低，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的占据一定的优势，但是由于容错率的非常的低，导致很有可能被瞬间优势就有可能会被丧失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屏幕这儿吧，大屏幕这打的也很刺激啊，上方已经成功这个控制了下方啊，华丽引爆的宠物，同时的话又击飞了他的宠物，控制他的人物又击飞他的宠物。有镜子，这会儿可以选择落马，你直接把对方落马来。